完全 HSK 二级词汇。这个会议持续了两个小时。这个会议持续了两个小时。他听了就笑了。他听了就笑了。我买了一些水果。我买了一些水果。我在写一封信。我在写一封信。谢谢你的帮助。谢谢你的帮助。我下星期去北京。我下星期去北京。这样做行吗？这样做行吗？你姓什么？你姓什么？工作后我需要休息一下。工作后我需要休息一下。我是一名大学生。我是一名大学生。我在学习中文。我在学习中文。我的孩子在那所学校上学。我的孩子在那所学校上学。我喜欢蓝色和绿色。我喜欢蓝色和绿色。他有一双蓝眼睛。他有一双蓝眼睛。我喜欢吃羊肉串。我喜欢吃羊肉串。我需要买一些药。我需要买一些药。我要一杯咖啡。我要一杯咖啡。我也去。我也去。我有一个妹妹。我有一个妹妹。这件衣服很合适。这件衣服很合适。我的朋友是医生。我的朋友是医生。他在医院工作。他在医院工作。请坐在这把椅子上。请坐在这把椅子上。我有一辆车。我有一辆车。超市在前面的路口右边。超市在前面的路口右边。我喜欢吃鱼。我喜欢吃鱼。我的家离这里很远。我的家离这里很远。我喜欢运动，特别是跑步。我喜欢运动，特别是跑步。我想再见你一次。我想再见你一次。我现在在家。我现在在家。